大家啊，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今天呢，跟山上和山下的道们在法界疆场和新藏 UC 弥陀讲堂灯当中，那我们呢就是按照道绰禅师《安乐经》里面的一段文字，用白话来讲一讲，全秀一心岛往生净土这个传记。那么这个呢和我们修净土呢有密切的一个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承办往圣的关键，就是从自己的内心呢发起正心起源。那么想怎么来发起正心起源呢？那么它的前方便就是我们人人要认识到往生净土的殊胜利益。那么其中很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要认识往生净土是获得不退转的一心道。那么，只有认识到这是一条坚毅的道，也是很戒备的道，这样呢，才会自觉的去入，以及自觉的，就是修行。这也是不是什么被动的，完全就是注重自觉的修持。所以呢，人人要知道这样的一种这个坚毅的道、快捷的道，那么就知道往生净土的确是获得不退转的一个一心道，也可以说必定成佛的一种一心道。这个问题呢，打个比方来讲，就像实践的一个事迹，在知道这某某一个城市当中，去向另一个城市要经过。中中这个可以说道，那么他走某条道很容易，而且呢很快的到达目的地。他知道了这个之后呢，就自然而然会选择走这条道，跟这个道理呢就是相通的。所以呢，下面就开始分成四个步骤来做抉择。那么其中第一步呢，就是辨命。南心道和一心道的一个差别。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说明戒的时间长短。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说明从无始劫以来，凡夫众生住在三界五道之间，成善恶二逆，守库罗两宝，轮回无穷，殊胜无数。那么最后第四步呢，就是应用佛陀的圣教政策，劝导众生甚信心，求生西方净土。那么，首先我们就讲第一步，也就是说，辨明南心道和一心道的差别，这个也是非常这个关键，尤其对当今时代，也就是说末法时代的众生来讲，首先呢，不必要辨明南心道和一心道的差别。这个至关重要的。那么讲这一段呢，我们呢就分两个方面讲，讲这第一步呢又分两段来做这个解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出自两宗道，第二呢就是文大解释。那么第一段也就是说出自两宗道，那么这个呢道绰大师这样说道。处在三界火宅中，心里甚怀空虚，一仗释迦佛以样入流三车照应，此语安慰。那么这个呢，就是需要出自《法华经》，在《法华经》当中讲了一个这个比喻，也就是说，小孩子在屋里玩得很快乐。那么他们压根就不知道外面已经烧起了熊熊的大火。
那么有一位藏者为了救这些孩子们，他就是说外面呢有羊车、鹿车、牛车跟你们玩。那么小孩们跑出来，这个时候呢是见到火在熊熊的燃烧，非常危险。那么幸亏这个藏车照顾他们出来。那么这三车就是比喻声闻称、独觉称、菩萨称。那么其中声闻称、缘觉称把众生呢云载到消乘的涅槃，哎，这个消乘的涅槃就是一个化乘，这是全体的个休息之处，并没有到达报所啊。意思呢就是说是接触的轮回得到三世的一个休息，并没有达到无上大菩提的果地。因此呢佛呵斥说，如果一个人自作消乘的涅槃为究竟，那就障碍他上求无上的大菩提。为什么呢？因为啊说得的过不究竟，而且呢没有专精一切的说之道，以及先发善身四智等等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如果堕在这里面不求上进，那就是按照大乘观点来讲堕落的一个问题。纵然以后回小向大也还叫右去，就是说不识字路，识曲折的一种路。如果一开始自街上搭乘的大车也是一条道，这恐怕现在还处在会推断一种地位，成就大菩提的路还很遥远，自己的功德还没有真正建立，那么在菩提道上上进呢很困难的。所以呢就是龙树菩萨说求不推断有两种道，一难行道，二易行道。那么大家要清楚，所谓难行道就是指无作恶事，处在没有佛出世的这个时代，求不推断是很难的。那么这个难有很多方面讲的，那么现在我们这里略说有五个方面啊，略说呢有五个方面。其中第一个呢就是外道相三乱这个菩萨法啊，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看起来很好的一种外道，实际上呢坏乱了菩萨的道法。比方来说今天的这个时代出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有各种的实践的相貌，以及传播种种的性思想啊、性理念啊、性的性论，哎，性心论。那么传播种种的性思想、性理念、性心味，那么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会认为这个时代是很好啊，科学很好，各种物欲相受也非常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初发性的菩萨如在这个世间红尘里面，连这个邪正、苦乐、正价等等都分不清楚，因此呢会落在追求无欲等的邪道当中，那么这样呢就怀乱了菩萨法。因为菩萨的法是要救拔一切众生，处理生死苦害，要远离一切世间的惑业苦，并且呢证到不生不灭的一个本性。所以呢的确求不推断很难，这个就是难行道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声闻自利长大慈悲，就是指修行者自己心里常常起自利的一种念头，因此呢就是障碍大慈大悲，不能在大乘的菩萨道上面快速进步，这也是难行道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无辜恶人破他圣德，就是指有很多很多的恶人破坏
修信的这个功德，而且呢，若人兼人修道，不但不承认自昧，还说地会自找种种的这个障碍，这是南行道的一个文件。那么第四呢，就是所有人天颠倒善恶，坏人犯性，就是说人天过报在暂时降到之后有跌入故障中，因此就是颠倒的一个善果。那么所谓的翻新呢，就是清净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翻新前一点来说就是利欲的一种行为，那么这个翻新甚一点讲就是处世间涅槃的一种行为。那么如果追求世间香了等的善果，那就会失坏这样的一种这个翻新，所以也是南行道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五呢，就是未有自利，无他利次。也就是说，这个南行道啊，修道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没有佛的他利色次。那么这样的话呢，进步很难，进步很难。所以呢，大家需要清楚，由于处处有以上无方面的畏怨干扰，那么修行者要克服种种障碍，才能如不退地，所以呢是很难的。这个问题呢，就想在陆地上单靠信步来行导愿望，这是很难的一个事。为什么呢？因为啊，没有别的力量帮助，唯有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的迈进。而相反来讲，作为一心道，就是指以心佛的意愿求神净土，然后呢修念佛礼拜观察等等的境界。那么一张佛的未生不可思议的愿力就能往生，而且呢以往生以佛的甚深力住持，他的心就入了大乘真定句，真定句就是不退转位，这就容易了。只要信奉阿弥陀佛，以心佛的意愿发起求神净土心，再加上修种种的敬业，得佛力摄持，就能往生，而且呢，往生后得不退转。这是我们凡夫都能做到的一个一心道。这个呢，就想走碎路沉船很安乐，靠船运载又轻松又顺利的达到彼岸，所以呢叫安乐之道。那么之后呢，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的一切的境愿，不但是和佛菩萨一样可以就是得到究竟的真等真觉的果位，利益很多众生，而不但是佛和大菩萨们，他们在讲经说法放光明等等，连这个极乐世界的碎了化音也宣说法音，种种受用都驾驶自己的心不会坏掉。原本来讲，本来我们凡夫的心很不可靠，在受到恶劣因缘的影响之后呢，内在的心呢就会这个散掉乱掉坏掉等等，但是呢往生道了进入以佛力注视他的心，就会得到一种不会退掉不会坏掉，这样永远进步而不退步，这个叫做以佛力注视入了不退地。那么总而言之，我们人人要便利求不退转，有一心道难心道，有这样难以两种道，以信佛意愿往生净土，这就是一心道。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必须要便利求不退转的一种这个修心，
那的确有南星道和一星道，那么是不是你作为一个凡夫初学者必须首先辨明这个南星道一星道的差别之后呢，就应该要入一星道，这个呢大家一观察就很清楚了，这是第一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段，也就是说闻答即是。那么首先就是提问，也就是说有人问这个菩提是唯一的，那么所修的因也应当不二，为什么还分一心道和南心道这样两种道呢？另外呢，八在娑婆世界十方修因去向佛果，成为这个南心，而把往生净土求大菩提成为一心道呢？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么提问就出现了这样的：菩提是唯一的，所修的因应该就是一个，不能有两种，为什么还要分一心道和南心道两种呢？并且呢，在娑婆世界修因，为什么对我们凡夫修行人说这就是南心道，而把往生净土求大菩提成为一心道，到底有什么非常可靠正是可以成立的一个根据呢？那么这个提问我想每个人犯心，那么每个人要辨别的，每个人要需要通达的，而且每个人要断除疑惑的，否则很多人的信呢，因为中东世间法染污的缘故，就他那个脑子里面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完全可以从正面反面辨别断除疑惑产生坚固真见的一种这个智慧，或者说心很麻木，在心里面没有去辨别这些一心道南心道存在什么样的差别，为什么是这样，自己心里面压根就没有去真正从正面反面观察产生提问或者是断书疑惑的一种这个答案，都就是没有这个出现过。但是毕竟是凡夫，我们的心里面有种种的这样那样的很多分别念，如果你想的时候，恐怕很多人心里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这个提问。所以呢，我们第二段呢还是要讲闻答即是的内容。那么对这个提问呢，我们应该这样回答：大乘经编命的一切修行法门都有自利和他利两个方面。那么什么是自利呢？比如说有人不为善事发心出家，然后呢修经发了圣通，并且呢著有摄天下，那么这个叫做自利。那么又有弱者平常自利连路都跨不上，但是呢他随砖王坐在这个轮宝上面，那么就立即飞行虚空，并且呢都有四天下，这就是一张专门望的位力，因此叫做他力。那么修净土也有自力和他力两种这个因素，大家需要知道，包括修净土也有自力和他力两种这个因素。那么众生在这里升起真心切愿，建立修心来求生净土，这就是他自己的力量。而临临众生阿弥陀佛以光明胎来迎接他，一年间就往生到佛国，这就是他力。那么凡夫凭自己的修心临终生不到这个净土，但是呢以心愿修持净业到临终时就有阿弥陀佛接引，顿时往生，显然是佛力舍持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无量寿经》所说
十方人天求生极乐国土，无不以阿弥陀佛大愿力为正上愿。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四十八大愿就成了虚设。以此来就是说，十方一切的众生能往生净土，而且呢能安住在不退转位，并且呢迅速成满普贤信仰，这一切都是呢以弥陀大愿力为真上愿而实现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成了梦想，就成了虚设，而没有实质。那么想这样已经知道可以一张佛的卫生力，就应当呢一心投入佛的愿海当中，求取佛卫生力价值。说白了就是不必固执在事理上。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必须大乘经遍历一切修行法门都有自力和他力两方面。那么修净土又有自力又有他力，多了一分这个他力，这样的话呢确确实实修的呢很容易成功，而且一成功就是一成功就一切成就的一个修法。那么这一章呢我们就讲了第一步，每个人必须要辨明南心道和一心道的这个差别，而且这个时代大家都很清楚，人生短暂，寿命无常。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时代，尤其是魔法兴盛的邪知邪见的知识特别这个可以说兴盛的这个时候，那么靠自力，单单靠自己的一种这个可以说福报和智慧，要借据生死大事，对一般的众生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这种的众生如果真正辨明了有这样一心道，也就是净土法门，那么靠自力他力，那么虽然是魔法时代的众生，但是呢的确这样一心道也是对他来讲必定成佛的一个道路，也是容易成就的，而且待业往生的，不必要再有烦恼业力投身在轮回，感受轮回的种种这个苦。所以呢就是人一旦真正有智慧，产生了正见，并且呢居住坚固的信心，那么这样的话呢修一心道的话呢，可以说这个人是必定成佛的一个修行人。所以呢就是第一个呢，我想每个人一定要反复自卫，反复的观察，反复的反省后呢给自己提醒，到底我在修南心道还在修一心道呢？我真正的是不是特别相信承载有南心道和一心道？我本人是不是特别想进入这个一心道修行呢？如果这些都没有，很麻木的一个心态，或者来说当中糊里糊涂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人云亦云的在心象上表面上跟别人就是表现出一种修行啊，或者做一些三法，或者是在心象上做一点点文思修行，在内心里面没有个目标，没有个贵族，没有个一种智慧，一种信心来，这个可以说就是自己屈辱一心道，那是真的想一想自己给自己呢设定了一种这个难心道，而且呢很固执，自己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愿，确实不是这样的。佛的智慧，佛非常有智慧，佛非常有这个悲悯心，而且呢都是无缘的大悲心。那么佛的大智慧大悲心就给我们讲了这样一种南心道和一心道，而且我们需要清楚，这个根本不是针对大乘圣者菩萨们讲的，就是针对我们凡夫众生来说，有南心道和一心道，让我们去一心道，这样的话必定成佛的一种不推转的一个道路。所以呢我认为要真正走向光明大道，生生世世享受自利利他
那么现在末法时代的众生又是凡夫，又是初学者，又考自力难行道修行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大多数啊，跟我一样的这样的这个凡夫众生呢，应该一个选择的非常重要的，就要驱入这样一心道，这是至关重要。所以呢，就是我就想，第一步呢，就是辨明难行道和一心道的这个差别，对大家也是做个提醒，让每个人都觉悟一下这样的难行道和一心道的差别，应该自己呢是不是就是要驱入一心道。所以全修一心道往生净土，我认为第一步也是必须要给大家交代清楚的。那么接下来继续就讲第二步，也就是说说明戒的时间长短。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讲到了，那么这个戒呢，有小的戒、中的戒、大的戒，这样孝、中、大三种。那么这个戒到底多长时间，这个呢很难用数字来表达的。在大智度论当中呢，用比喻说明了，好比呢在长宽高各四十里的肚层里装满了这个戒子，这个戒子就是很微笑的一个套子。那么由长寿天三念来成立，落掉一颗这个戒子，直到把戒子全部落完，那么称之为一个孝戒。然后又长宽高各八十粒的肚层里充满了这个戒子，有长寿天每三念赖一次，赖的时候呢只赖一粒，那么直到全部赖完，这个呢称之为一个中戒。那么又有长宽高各120粒的层次里充满了这个戒子，那么有长寿天三念来去毅力，直到去精，称之为一个大戒。又好比长宽高各80粒的一种比较大的巨石，那么有长寿天三念以非常轻薄的天衣在这个巨石上面敷一次，那么这样一次敷下来的未曾极少，直到把这个巨石全部敷进位置，称之为一个重戒。那么孝师大师也按照前面一样计算，也就是说长宽高各40粒的石头，天人每三念复一次，自导复经，称之为一个孝戒。同样长宽高各120粒的石头，然后呢天人每三念复一次，自导复经，称之为一个大戒。那么这样看来，一个戒的世界长得无法计算，这个都是根据大智度论里面讲到皆有孝中大三个戒，这个时间多长确实一般用人间用一个数字来表达那是无法表达的。这样讲的原因呢，我们不知道过去到现在或者现在到未来，在轮回当中没有修这样戒脱道的话呢，很多很多戒不自在的非常悲惨的一种轮回的苦报需要感受。那真正真的想一下，不是一天两天，不是十年二十年，不是一千年一万年，而是呢这样无法计算的一个戒当中啊，一直在这个可以说就是轮回当中流转。有可能很多众生来讲，过去一万，从现在未来来讲，无数个大戒还在深深地感受轮回的生生世世的苦报，
那这样一想，就是如果没有驱逐这个一心岛，没有修出世间的解脱岛，那生生世世千千万万劫，乃至于无量无边无数个劫当中，还是在感受这个轮回的痛苦，就不是说把这一个人一辈子关在监狱里面受一点点人间的苦啊，根本无法代替的。不是说一个亿的这个可以说就是念当中在轮回里受苦，不是这个概念的，是无法计算的一个无量界当中需要感受这样的这个轮回的苦，从来没有就是去向出世间光明大道解脱安乐的一种修行的境界。所以说就是所有的天下的六道众生呢，确确实实从无始以来到今天，都是无量个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大戒啊，一直流转在生死当中，直到今天为止还有没有解脱。那想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可以说就是戒的时间长短，每个人需要清楚啊。真的一堕落再投生生死轮回，或者是再就是投生轮回造恶业的话呢，那将来的无量无边的千千万万不可思议的这个大劫当中呢，一直感受轮回的这种苦报，太危险了，太可怕了，太可怜了，太难受的一种这个可以说就是苦报，都会这个显现的。所以呢，我们压根就没有想无量无界，哎，无量的大劫当中一直在流转生死，尤其这一生没有成就，没有一心道往生西方净土等这样的一个佛果的话呢，那想一下，医学对可以说就是堕落三恶趣以后，在千千万万间要脱离这样的恶趣，或者脱离这样的轮回呢，是非常这个可以说就是困难，没有很大的这个希望的。所以呢，就是一般人呢，这个戒的概念就很模糊，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小戒、重戒、大的戒的时间长短是怎么样。所以呢，我想还是解释一下，这样的话呢，就不管是远过去，或者是远未来，或者是整个六道的所有的众生，无量界未来的无量这个可以说就是大大小小的戒当中啊，感受多少轮回的苦报，这不是暂时几十年或者几百年，或者不是这个可以说几个月感受痛苦的一个事情。的确呢，每个人一种回光返照的方式，用佛法的智慧观察前世后世，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劫，时间这么长的这么漫长当中感受苦报，那是太可怜的，需要明白这些。那么这样这个可以说就是小的、中的、大的劫，时间这样的一个长短，明白了以后呢，我们终身是怎么扭转轮回的呢？那么九经解脱可以讲第三步啊，第三步就是说明从无始劫以来住在三界五道里，曾善恶二业，受苦乐两报，轮回无穷，受生无数。第二步明白了这个界的时间长短以后，讲第三步，那么就我们人人有个觉悟，也就是说无始劫以来到今天一直在善界轮回里面，而且都是忧楼三业恶业，受这个忧落的苦乐这样的不痛的果报。这样的话呢，轮回无穷啊，那受生者无数的，这是决定的。但是呢，我们反复在轮回这些很多具体的问题呢，说白了就没有通达，或者说没有这样的智慧观察。那么这些观察了产生的智慧以后呢，就看轮回无穷，受生无数，因为啊，他的忧漏的善业恶业，当然就是一种缘起法、因果法。那么这样的话呢，轮回的苦乐两宝都会出现的，这不是偶然出现的一种这个问题，也不是说这一生或者下一生或者是前一生，不是这样，它就是无始劫以来到今天一直在善界五道里面，这些因果果轮回的
全新轮回的概念，轮回前前后后的上界堕界无量界当中受生无数的一个问题，才会彻底明白。所以呢，为了大家彻底明白正是通达参生一宗真正通达的智慧，第三步呢必须要说明这个。所以呢，以下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分五段来阐述。那么其中第一段呢，就是说明从无始劫来在这个轮回当中受生无数。第二段呢，就是说明一个劫当中受过多少数量的圣体。那么第三段呢，就是以经文证明宽大劫来受过无数圣体。那么第四段呢，就是说明终身内劫流转中受恶趣的圣体占大多数。那么第五段呢，就是说明终身本有佛性，而且长期以来至于很多佛，为什么至今还不能接脱生死苦海呢？那这样明白以后呢，确确实实完全突出了一心道，这个对于这个凡夫众生来讲，必须要去除，必须要修行，必须要宣者这个一心道。否则的话呢，的确轮回无穷，受生无数，这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正式通达这些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就彻底讲这五段的内容。那么其中第一段说明从无始劫来在这个轮回当中受生无数这个问题呢，按照大智度论所说，在人间我们凡夫众生有时候是在张家出生，时呢又转生在王家，在王家时候呢又转生在厉家，那么这样在整个南瞻部族的各个家族里面转生，而且呢有很多生重复生在同一个家族，又有很多生呢出生在其他的家族当中。这样来说明白，或者呢就说在四大部族的范围里，从南瞻部族死了后呢又生在犀牛贺州，那么从犀牛贺州死了以后呢又生在东生生寿，从东生生寿死了后呢再生到北居如州，那么总而言之在四大部族里辗转受生的。那么又从余阶的六一天来说，在四大部族死了后上升到四大天王，是天王天，是天王天里面死了后呢又升到了道理天，道理天死了后呢又升到了斗衰天等等的上四重天。那么总而言之在六一天里面不断的上下转身，然后又从蛇界无蛇界来说，蛇界十八重天，无蛇界四重天，从这个天生了后生到那个天，而且呢没以冲天地都受生变了，这样也明白受生无数。另外呢又从上下界辗转受生来讲，从蛇界生了后生在无间地狱，从无间地狱生了后生在其他业报根性的一个地狱，然后呢在业报根性的地狱当中生了后呢又生在畜生道里面，畜生道里面是呢又生在恶鬼道里面，恶鬼道生了后呢再上升到人天道。那么总而言之在六道里像车轮一样不断的上下受生，那么像这样感受种种的苦报和乐报，所
受的这是无穷无尽的。那么大家需要清楚，台生是这样无数次的受生，那么其他的乱生、世生、化生也都是这样无数次的受生。所以呢，在《正法莲疏经》当中记载，化生的菩萨告诉贤宗说，凡人尽知拜前身，坐落放逸不朽倒，不觉旺夫即已经幻堕善突守中苦。那么这个偈颂一生来就是说，很多凡夫众生在这天界里辗转的受生果，百生千生，无量生，但是呢一生天界就单坐在犹如无语的乐受上面，那么他的身心防逸不朽圣道，不知不觉以往所修积累的福德全部享受尽了，那么就又多到三恶趣里受苦了。所以呢，我等道士释迦佛在《涅槃经》上面也说道，此生苦所及，一切皆不惊，恶福用常等，根本无一力，上至住前身，皆一福入世。那么就是说，我们凡夫这个又落无趣应善，是无量诸苦的集聚处。那么从这个无趣运的苦集当中呢，会出生善苦、罢苦、无量诸苦。那么这阔野所成的身体，里里外外都是呢杂染不清净的。这个呢，又好像失重呢白甚至帮助了一样，因上呢白会也帮助了，锅上呢白库帮助了。这个问题呢，又像常年都好不了的一个用创，从这个里面不断的流脓流血出种种的这个苦。那么这无趣运的相续呢，就像一个一直止不好的一个用创，不断的出苦。所以呢，这无趣运色为就是一个苦法，为就是一个不清净的法，压根就没有意义，根本毫无意义。那么要在这里面寻找丝毫续的真实意的都得不到的。这个问题呢，不必说三恶趣和人道的身体上面，甚至诸天的身体也都无不如此啊，都是一副如此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我们用佛法的智慧学了这个，必须要明白要清楚，而且呢用智慧观察断除疑惑，产生这个正见，这个相当重要。所以呢，那么第一段我们就说明，从无始劫来住在轮回中受生无数啊，这个呢每个人自己是不是听明白，是不是真的很清楚啊，是不是真正观察了这样无始劫以来到今天，在这个轮回当中受生是无数的啊问题。那么这样明白后呢，我们就继续讲第二段的问题，也就是说说明一界当中受过多少数量的善体。这个呢就是在进一步具体化的方式进行抉择的。大家需要知道，虽然以上谈到了无始劫以来受生无数，不知道在一界当中到底收多少数量的六道身体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按照《涅槃经》所说，把三千大千世界地上生藏的所有草木都取来，借成四存续的筹，那么这个筹就是计算用的一个筹码。那么以它来数一个界当中所收剩的父亲和母亲的透数，知道这所有的四存抽都数万了，还
数不尽的。那么以赛亚就是说，是一个世界里面所有的这个草木都这个计算，并且呢切成四寸怎么大。比如说这一只有父亲母亲，那就放一根四寸的抽，前一只又有父亲母亲，又放一根四寸的抽，那么这样依次数到所有的这个四寸抽都数万呢，在一个大街当中所收父母的数量还没有数完。那么可见一个界当中受过不计其数的这个身体啊。涅槃经当中又说到，在一个界当中，每一生做人做主做六旁生等喝过的母奶喝起气来多于四大海水啊。涅槃经当中又说到，在一个界当中死后留下的骨骸，一句一句对起来的话呢，已经远远超过了毗卢罗伞了。那么像这样从极为遥远的世界以来，就是这样毫无意义的生生世世，直到今天还是在做一个凡夫的生。真的我们何曾好好思量过吗？一直是在浑浑噩噩的状态当中奔驰生死，哪里像个累死以来受过这么多的生死啊，六个这么多的累啊，十个这么多的身体啊。想想这常界的轮回也让人呢上台不一样。我们凡夫众生全都是这样，没有任何差别。这个常界轮回啊，是无数次啊，甚至一个界当中收生的数量都无法计算的，真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凡夫生。从这个既遥远的世界来看的时候呢，全都是呢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世世，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就是凡夫圣分啊。所以呢，没有这个可以说学佛法，没有用佛法的智慧，没有用佛法的智慧的力量，让我们这个可以说就是转变观念，让我们去向一心导胆的修行当中。否则的话呢，永远都是呢在轮回当中，而且呢受多少多少无数的一种这个可以说不痛的这个身体，受无量无边的轮回的苦啊。这是自然的规律，也就是说轮回的本质，也就是终身的身份的一个特征，本来如此啊。所以呢，从真正凡夫的身心里面出来，或者说我们说从轮回里出来，我们说处理生死轮回就是这样，不是单做圣师，单做世间伦理，单做世间方法，追求世间精神的一种优落的一个这个过报，的确不是这样。这些方方面面要真正彻底明白，而且自己的心观察，自己心里产生了一种这个可以说正见，这样的话呢，确实轮回的全体，轮回前前后后的受生当中有多少多少这样那样不同的这种众生的意愿不同，而导致不同受生轮回的时候受多少不同的身体等等，都可以这个清楚的。所以呢，那么讲第二个问题也是这样的。那么一般众生想，不一定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受这么多不可计数的身体啊，这是一个人，这是为了让大家严厉的说破自己，是不是就这样讲的？或者是真是有可靠的，是过去无量劫现在的很多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的受胜的中动的这个相状，以及对未来无量无边的众生能够看到未来众生
受不可计数的身体的差别，是不是真的有一切智之佛这样说过呢？确实一般会这么想。那么我们不像一般实践人，哎，不信这个佛教所讲的内容，这样一般人，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就是自己的想法，也会对我们凡夫身上出现这个声唱。但是我们讲的这些不是这样，全都是千真万确的。为什么呢？这个有非常可靠的证据。为了让大家彻底心结这个问题呢，下面第三段就是以经文证明，旷达自在受过无数圣体。那么以上呢，就是说上面讲的旷达自在受无数圣，这是总的做一个种种妙处来让人升起眼里心，还是呢真的有可靠的经文的证明呢？那么这里第三段就告诉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就是来自非常可靠的，这一切都是呢在佛陀身教当中明确宣说到的。比如在《法华经》当中说，在过去不可说救援大祭司有一尊佛出世，名为大通智胜如来。那么当时呢有16位王子，并且呢各自圣座教化众生，每一位王子各自教化了60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的众生。那么这个大通智胜佛涅槃之后，距离今天世界极其久远，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这个佛经上讲了一个比喻，也就是说总的把3000大千世界的大地磨成墨，佛说一个人在经过1000个过土之后就下一点像未曾那么大的一个膜那么大的一个膜，然后呢又经过1000个过渡又下一点膜，那么这样辗转的把所有的膜都递进为止。那么我们观察从它出发的点一直到重点位置所经过的所有的世界全部都磨成未曾，一个未曾代表一个界。那么这个佛灭度之后所经历的界数啊，比这个数量还多呢。那么可见就是无量无数界了。还说到而今天这里的这些所有众生，都是呢那时候在16王子的座下曾经领受教法。那么这个也可以见到，众生是在遥远不可计数界之前就在16王子的座下听法，之后呢经过无数次的受身，一直辗转相续到变成今天这个世界的这个人。所以呢就是法华经上面说，由于这样的一个分身意愿为这些众生所发发心，那么就是给予救援接欠的意愿，到今天意愿成熟就说发发心。另外在涅槃经上面还说到，一个是王子，一个是听的，那么这两种人互相忘返接触，所说的这个王子就是今天的道士释迦佛，那么他的前世是当世的第16位王子，而所说的平人呢就是今天的这些众生。那么我们可以见到道士释迦佛的前世在历劫转生当中遇到很多很多的穷人，都借个殊胜的善愿，到今天佛出世说法的时候，这些听法的人就是释迦佛类似接触的这些穷人。那么这样看一看，的确旷达自在受过无量无数的这个身体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轮回啊，的确没有修一心道，没有得到一个出世间
修行的这个境界。那么我们想一下，轮回无穷啊，那当然众生就无数。这个肚子呢，无世界以来到今天，没有这个可以说错乱过的，都是按这个轮回的因果规律就这样受生无数的这个身体。那么再就是回具体化的需要去思维，也就是说再进一步再深入的观察这个无数个身体当中，我们收恶趣的身体占大多数，还是呢收三趣人天的身体占大多数呢？这个也是必须要渗入，要具体化，要通达的。所以呢，下面就讲第四段，也就是说说明众生累劫流转当中受恶趣的身体占大多数。为什么呢？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观点，肯定会有一些提问。所以呢，首先我们就讲的提问，也就是说这世间的无量无边的众生已经流转了堕界，并且呢受了中中三界的圣体，那么以受哪一趣的身体为堕呢？说是受三恶趣的身体占大多数，这是为什么呢？那么我们就回答，也就是说虽然是在六道里流转，中中的身体无一不受，都已经受了，但是呢在说受的身体当中受三恶趣的身体占大多数。这个问题呢佛在经典上说到了，在虚空当中换一个方圆八咒的圆圈，那么这个圆圈一直从地面升到舍究竟天，这就是一个方圆八咒的极高的圆柱，从地面一直送你到舍究竟天。那么在这个圆柱的范围当中呢，可见到的众生数量多于三千大千世界中任何天的数量。那么从这一段妙述，我们大家就知道恶趣的圣地占绝大多数。那么这里不能圆柱体还是呢三千大千世界，那么这个高度呢都是呢升到舍究竟天为止，但是从含金面来含量，那么圆柱体的这个界面，这是方圆八咒的一个小圆圈，而猴子呢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宽广度，那么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任何天这两道中圣的数量少于这个圆柱体范围内六道中圣的数量，那么大家可见三趣的身体极少啊。那么就好比现在画一个资金是一公亿的一个圆圈，那么在这个里面蚂蚁的数量超过了整个地球人类的数量，虽然地球远远超过资金一公里的圆圈范围，但是呢地球上的人却少于这小范围里的蚂蚁的数量。那么就像这样，在刚才这小范围里的众生数量已经超过了三千大千世界当中人和天的数量，那么可见恶趣的众生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么想三趣任何天的数量就少，而相反恶趣的众生非常多，为什么呢？那么一下呢我们就观察为什么受恶趣的身体占大多数，也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呢？要去想为什么受恶趣的身体占大多数呢？那么我们想的时候就想，为什么要受恶趣的身体多而受三趣的身体少呢？这个呢是要从他的因上做观察，因为凡夫众生的内心很容易生恶法，却很难生三性的缘故。
比如说在一天二十四孝的当中，身可以所起的恶法就像一点一样很多很多，比如不断的升起各种贪嗔痴啊、嫉妒、傲慢等等的恶念，但是呢要起一个善心却很难，一天呢起不了一个清净的善心，而且终身的状况是只要得到呢富贵有名利享受，那就会分一六根做终身婆界的事，而且呢身在天界当作娱乐的人占大多数。那这就是说明终身一旦得到富贵就又翻译破境，而且呢马上又堕下去了。所以呢经典上说到，凡夫终身都是呢在六道里流转，横生呢以三恶趣作为这个价，人天暂时赖一下又走了，叫做客店。那么这个佛经上讲的内容我们每个人必须要记住，意思呢就是说凡夫众生都是呢以三恶趣为价，以人天做一个律观。那律观大家都清楚，暂时住一天就离开，而价呢就是常年住的，在人天偶尔来一下，一来就忘乎所依，放逸脱节，所以呢马上就又回到恶群里面，千生万世待在里面了。同样的，所谓这个欺负依赖又为意志，八万劫来未脱客身，也就是说七尊佛都已经出世了，并且最后圆寂，还在收蚂蚁的身，经过了八万劫还没有脱掉各自的身。那么可见几朵世间都是呢受恶趣的身体。另外呢我们按照大庄严论奉劝一切众生常常要心念现现，也就是说常常呢要把接触生死的这个大事提在自己的心里，把自己的心常常呢放在解脱道上。我们在这个充满艰难的轮回当中，一不小心就会画下善恶趣当中，所以呢常常呢要警惕孝心，要提起处理生死的这个心，不然呢就会很快很快堕在生死中，前生万劫出不来。在这个大庄严论当中这样说道，生念无幻事，携带不精进，谈饮众生无，不修是解餐，令未时所吞，放会求修善。那么这个机制就说到，在双眼健康没有病的时候呢，携带不精进，不闻是修佛法，不珍惜修出世间解脱道，并且呢盘着静音种种世间的事物，不修布施，不修持戒，不修禅定等等，那么到了临终百思亡沉默的这个时候才后悔这一生一世没有好好修善法。然后又说到，智者应观察，断除无以相，进修细行者，重视无悔恨。那么就是说闻思修佛法具有的智慧，这样的智者他会应当观察，我这一生怎么来度过，如果能端掉追求无语的心，并且日日夜夜精进的闻思修行，闻思修行都是呢修习自心，修习善法，那么到了临终呢绝对不会悔恨的。那么又说到，信以及专制无有错乱言，智者清头心，临终亦不散，不细心转之，临终必三断。那么就是说内在的心既然专一的住在佛法上面，就没有错乱的一个念头。那么智者呢平时就精进的把自己的内在的心关注在真法上面，到临终的时候呢
内心呢就不回这个善了。那么相反的来讲，如果现在不精进文思修，没有精进的修习自心，自心专一的投注在真法上面，而方任自己的心在无余里面奔驰，那到临终的时候就一定善断，哎，必定这个善断，那就没有很大的希望当时往生净土啊，或者呢当时呢觉悟成道等等。所以呢，我们这个凡夫众生从无始劫来到今天，一直是以无明的烦恼被这个和自私自利我执上当了，就累计流转生死。而且流转生死的过程当中啊，的确大多数受伤的身体就是恶趣的一个身体。那么想一下，恶趣的身体，你现在自己第六意识上大概就是注意一下就明白，如果自己转生一个地狱众生的一个身份，那么在地狱不管是大寒霸热地狱等等当中受的这个苦，在这个身体上面出现多少非常难忍蛮长时间需要感受的苦报呢？或者专受一个旁生，做一个狗啊，做一个马，或者做一个猪啊，或者是一个兔子这样的一个身体，那想一下他的善乱，他的这种烦恼，他的这种身份上需要感受的这种苦，非常可怕的。或者说专生一个恶鬼的众生，那就跟这个可以说就是感觉呢非常非常这个可怜，非常悲惨的一个苦报先欠的一个身份都会很清楚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可以说第四段说明终身累劫流转当中受恶趣的身体占大多数。这个明白了以后呢，自然而然想脱离这样，那么想脱离三恶趣的身体，那么在因为上肯定要就是断恶心善，单单靠自己断恶心善比较有困难。所以呢，就是要修一心道往生净土，那一了百了，彻底就远离这种这个可以说就是轮回无数受生受过的这样的身体感受的这个痛苦，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就是苦海，彻底可以这个超出，获得这个真正无楼安乐的一种这个境界，会这个出现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学习这样这个可以说就是第四段呢，大家需要明白啊，受恶趣身体占大多数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五段，也就是说说明终身没有佛心，而且呢常见依赖至于很多的佛，为什么知道今天还不能解脱生死呢？确实这个去给点大乘经论的人，或者是了这一些佛菩萨，在这个可以说就是无量无边乃至一切众生没有成佛之前，就在轮回众生旁边现现种种的这个圣体来度化这个众生，那肯定会遇到佛，遇到佛肯定会害到众生悬想解脱的法门。但是呢，这么多众生到今天还没有解脱生死，到底是什么问题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念头啊？也就是说有人提问，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而且众生的相续的不管是烦恼障所知障都是那课程的一种诱惑法。那么再说呢，佛菩萨都是呢有不可思议的菩提心大悲心，而且呢佛就是人运成就的利益众生，生生世世都是呢利益众生，无量无边界当中一刹那不停止人与成就的方式利益众生。那么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佛心，然后呢久远界来应当赐予了很多很多的佛，但是呢是什么原因一直到今天都还在轮回当中出不了三界的火载呢？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状况，从无始劫以来到今天经历了无数生
都没有得到真正解脱。那么在这无量尽里面，应当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佛，也修了很多很多次的这样的宗旨的过程，为什么还没有处理轮回呢？那么这个呢，我们按照大乘身教的观点来讲，原因呢就是没有得到梁中殊胜的发千处善事，所以呢常界都没有能超出善界。这就是说没有得到梁中殊胜的法，没有得法就是没有成就的这个意思。那梁中法呢那是哪梁中法呢？肯定会这样讲这个。那么一个呢就是圣道，而一个呢就是往生净土。那么其中圣道这一种在当今无作恶事确实难以现在的，为什么呢？一来就是由于立佛的时代遥远了，而一个呢就是由于思想妙力很深，宗圣的智慧很小，而一次呢就是说要彻底超出三界火灾只有凭两种法，要么就是真的圣道端出这个烦恼而熄灭这个圣事，要么就是以往生净土来超出轮回。那么由于无量劫当中没有得到这两种法，到这呢经过了无数生都还没有超出生死苦海，超不出这个圣事。但是呢这个生道这一种在今天来讲很难生，一个呢就是由于距离佛的这种时代越遥远，宗圣的这个根性呢就越蹂躏的，环境呢就越恶作的啊，也就难证得殊胜经圣道。而一个呢就是由于万法究竟四相妙理非常非常深，那么宗圣的智慧很低浅，依靠自明难以证得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在大基经当中说道，在我魔法四机一以众生修道，难得有一人得道。那么当今正是魔法无作恶事，只有净土一门容易入进去度出生死。所以呢佛陀在净土经上面说，如果有众生一生造恶，但他临命众生十年相虚成我的命字，如果不往生我就不去正觉。那么引用这些话就是说明众生单凭自己的力量端出生死的一切的烦恼和业非常困难啊，断惑出生死很难很难，但是呢走往生净土的这条路就容易成吧。连这个一生一世造恶的人临终自心失念都决定往生，而且呢一切众生自己都不衡量一下，按照大乘的观点来说，得以证入四相第一空不成流行。那么以孝成来说，修入见四谛以及见到后的修道，乃是真的善果四果，无论出家在家少有人有这种的成就。那么纵然有人天的过报，都是呢有无界十善才干燥这样的过报，但是呢现今这个时代能受持清净戒的人很少，而从其遭罪业其恶遭罪的角度来说，就像这个暴风骤雨一样，每天从早到晚不断的造恶，而且呢造业程度很严重的。所以呢一切的祝福都以大慈大悲的心全导众生归入西方净土，纵然自己一切呢很愚痴糊涂的一个状态，纵然自己的一切呢愚痴糊涂的一个状态，那么在一生当中呢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只要现在
回转信来忏悔，一心专敬的常常念佛，一切的罪障自然消除，一定呢能往生的。那么为什么都不思量一下，难道都不想去的一个信呢？不过大家需要清楚，以上是从终身普通的一个情况来讲的，那么少数大根系的人派出在来，而且呢也不包含比如金刚弥教啊、禅宗等等的速生之道，这就是针对我们末法世代普普通通的一个凡夫众生的情况来讲的啊，需要明白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第四步呢，就是我们应用佛陀的身教政策，劝导末法世代凡夫的众生生信心，求生西方净土。这个呢是对于大家呢是最有利的，也是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唯一的一个啊一心道，也是呢毕竟成佛的一个道，也是呢大业往生的一个修行。所以呢就是下面大家需要这方面凡事对自己需要，就是说白了呢做思想工作，自己彻底明白，自己彻底了解后呢，自己彻底会相通的，也就是说自己肯定有贵属，肯定有个目标，肯定呢非常愿意就是有这样一心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就是比较这个可以说就是虔诚的一种心，然后呢比较强烈的一种心愿生起来修这个境界，这个会这个成就的。所以呢第四步就讲因身教正成劝导众生生信心求生净土的这个问题。那么书信呢就是依照观佛三昧经来讲，那么当时在法会里面有一位财首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啊，我回忆过去无量劫之后有佛出世，也名叫做这个释迦牟尼佛，也名叫释迦牟尼佛。那么佛涅槃后有一位净窗王子，心情较慢，心怀邪见，对真法不生这个信心。那么一位呢叫定自在的比丘善知识告诉这个王子说，世间有佛的像极其重要，你可以暂时进入佛塔观看佛的形象。当时这个王子听从这个善知识的话，就走进佛塔当中，当时呢就见到佛像极为相好，就说道，比丘啊，连佛的像都这样断愿，何况佛的真圣呢？这个时候他对佛真正生了信心。那么比丘就告诉他，王子，你现在见的佛像还不能立拜，你应当呢称南无佛。那么王子呢回到这座王宫，就一直心念佛塔当中的佛像。在这一天的后夜，梦里呢梦见佛像，并且升起极大的欢喜心，当时呢就舍礼谢见，皈依了佛法僧善报。那么到他临终的这个时候呢，又深切入他成年南无佛的功德，后来呢治愈了九百亿南无他的诸佛，在每尊佛前恒是精进修行，恒是得到深圣的念佛善门。那么以念佛的三昧的力量，诸佛都现在他的面前，并且呢给他受菩提记。那么从此呢在百万阿僧祇劫当中不多这个恶趣，直到今天获得受人眼王善门。那么当时的这位王子啊，就是我才受的前世。所以呢通过这个我们大家需要清楚，如果能信念佛像和佛的名号，这个三根种子种下去乃至成就涅槃之间都不会释怀，而且呢会辗转不断的出生无量的善果。
那么想给台寿菩萨从旧愿界前做王子开始，后来堕三累劫，至于到九百亿，那由他诸佛，并且呢，恒是精进修行，获得生生念佛三昧，也得到祝福受菩提记，而且呢，在百万阿僧祇的记述当中，不躲三恶道，直到今天就成就受人眼王三昧。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呢以当知一念佛、观佛作为牵引而辗转的发生。大家就明白了，这就是不可思议的三根因缘的力量。这个时候法会当中来自十方的诸大菩萨多得无法记住，这些大菩萨都各自宣说自己因地的意愿，都是呢依靠念佛而得到今天的成就。当时释迦佛告诉阿难说，这观佛三昧的法是犯罪众生消除罪业的妙药，而也是那破戒者的收获啊，破戒者的收获。也就是说，破戒本来要堕入恶趣受苦，但是呢，以观佛三昧的力量啊，就能保护他不堕三恶趣当中。这也是迷路者的一个道旨啊，就是说，以往迷失正道，住在种种生死邪道上面，得到呢这个观佛三昧，就能引导自己的心入在成佛正道当中。这个也是下盲者的眼目，这也是呢下盲者的眼目，也就是说能让人具足眼目见到一切万法的一个真理，这也是愚痴者的智慧啊，就是说能消除内心的愚痴烦恼而开启清净的智慧啊，也是黑暗众的明白啊，就是说能照见真正安乐的正道啊，是出在烦恼恶贼众的大勇猛将军啊，就是说以念佛三昧的力量呢，能降服一切的八万四千烦恼，也是呢一切诸佛世尊优喜之处，又是呢受人眼王等诸多三昧最初出生之处。所以呢，这个观佛三昧就是能救拔众生出恶趣、出圣事，获得无量力安乐的一个妙法。而且呢，佛陀告诉众士，告诉阿难说，你现在要善知受持，千万不要忘事，过去未来现在的善知诸佛都宣说这样的念佛善念，我和十方诸佛以及现界前佛从初发心以来，都是呢因为念佛三昧的道的力量而获得一切众生。那么又比如在摩连说文经当中，佛告诉摩连说，比如万里江河滔滔奔流，在湍急的水流中有很多浮在水面上的草木，他们呢随河水往下流，前面的顾不上后面，后面的呢顾不上前面，各自向前流入大海当中。世间也是这样，虽然有好归富乐自在，但都免不了生老病死。那么摩连说文经当中讲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个凡夫众生身上都有自己的业力和圣事，那么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各走各的路，谁也顾不上谁，最后都又到圣事大海里面。就像这个浮在急流中的草木，毫不自在的随河流往下飘，那么众生都是呢各自随祸业的力量而飘流生死大海当中。那么在这个世间上的人，是因为没有彻底相信佛的圣教，不肯一教奉行，不肯以佛经修行，好事做人就比这一生呢还困难，比这一生呢还就是
困苦，证不到这个前佛过土。所以呢，佛说阿弥陀佛的过土容易往生啊，所以呢，释迦佛他就说，所以我说阿弥陀佛的过土容易往生，人不能修行往生，反而呢，从此就是无中邪道，这样的人叫无厌人，叫无安人。大家需要明白，需要记住啊，阿弥陀佛的过土容易去，终生呢去不发心去，还说世间。就是无中邪道的事，让自己先在生死海中受无穷无尽的苦难，这就是见不到安乐之道的无言人，也是那听不懂中言教道的无二人、啊、那么道士释迦佛如来已经说了三十诸佛都宣说念佛三昧的妙法，那么道士释迦佛说我和十方诸佛以及现界前佛都是呢因为念佛三昧的力量而得到一切种子，而且念佛功不唐捐，能站着不断的产生种种殊胜的利益。又说到成立身世的凡夫啊，可以有往生阿弥陀佛净土得到这个解脱等等。那么既然我等的道士佛祖释迦佛都这样说了，我们为什么不说见难二因逆心道呢？确实凡夫没有学好真正的释迦佛所讲的经土的经论的话呢，很多人就选择一个难心道在修行，但是呢很难成就，而逆心道又希望凡夫很快速成就这个成佛的道，获得不推专位，这个呢他没有去入，这个是到底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不是别的原因，就是没有学好，说白了就是经处的经和论的具体所讲的神圣的道理，没有文思修净土法的一个智慧，那就很多人就走偏了，或者呢就退转了，或者呢堕落等等，就尊重了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就全修凡夫不做恶事的初学者的众生呢，应该不管是转修还是渐修，都呢一切的万山同轨这个记录，有这样的目标，有这样的贵数，要修一心道往生西方净土，这样的话呢这里利他的一切一切的功德都会自然而然成就的。所以呢今天就讲全修一心道往生净土的这个内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呢共同以心愿摄持下念佛。